啊，年纪有了哈，南横2019年跑过100公里之后，啊，就怕怕了。今天来跑这个路段，啊，想起我也怕啊，真的，哎，以后不敢跑南横了，真的，啊，真的，一年不过一年，哎，年孙快70岁了，再一年多就70了，啊。相信跑了100公里，跑到70岁就放弃了，不敢再煎熬了。100公里到目前为止，已经跑了25场了，4场没完赛，真的。啊，我想以后要完赛真的很困难。唉，真的哦，今天气温真的好冷。啊啊，快到力道部落了。啊，今天气温大概7度左右而已，我不能停下来。你一停下来的话就感冒了，虽然是汗流浃背，可是一停留下来，哦，真的命都没有了啊！就这样啊，继续加油，继续加油啊 ，OK。